欢迎收看牛舌频道啊！我们今天在高雄，正要去如哥开的娃娃机店，因为他们的店跟别人有所不同，挺有特色的，当然也来体验看看咯，走吧。这边多了这个超市啊，青菜超市。来逛一下。还有它的规则。那我们下次开奖日期是在7月，然后这次开奖时现在可以换了。中奖商品不在现场，则是放弃奖项哦。活动详情可以到 IG 或是 FB 上查询，记得帮助我们，才不会错过好消息哦。赛车电竞椅108.0，目前看到最高的是哪一张啊？这张啊，它可以试坐的。我坐看坐看，看好不好坐？哎呦，很挺的哦。嗯，蛮挺。那现在是我们的青菜水，都可以向从头第二件发胶哦。我们有冰沙杯、保温杯、不锈钢花杯杯等等，超多选择。如果喜欢收藏水壶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它的奖品还蛮多的。种类多啊，对啊。六神奇宝贝啊，对，神奇宝贝，对，蛮热门的。我吃好大只啊！好像叫什么泡泡玛丽哦。这个啊，对，马特啦。哦，马特。泡泡马特。这最近好红，泡500多点哦。有没有质感？你这个等下可以换这个吗？848点。我们可能那边打两天都打不完。好漂亮哦。嗯。好大只。这边有点像五亿良品的。这里有很多那种挂国电扇，最近这个很流行的，我是看到这种的。哦，你看那种，嗯，各种都有了，这还可以捏形状的。那我们的快闪家电周来喽！现在到超市兑换同进品牌商品即可参加抽奖，有机会可以带走70寸电视以及索尼家庭独家。因为东西有点多，我们只能大概带过去了。对。他连衣服都有，快到超市做兑换哦。连袜子都有。我们来找个目标来换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比较少打台子的，算是新手等级。好，我们找个低点数的，以这个目标为做基准好不好？6点，其实蛮漂亮的。对啊，而且实用啊。哎，保温杯夏天用得到。这个啊，这也蛮漂亮的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得6点啊。那我欢迎来到青菜乐园，那需要千超换百超，千超换百超的朋友可以直接到。那我的目标就是这个好不好？好，6点对，加油，买个几百块走。好，那我们店内所有。我打个200就好了，以玩乐为主啊。以玩乐为主，因为我们也没很厉害啊。我们有一个高手又用了。悠悠的话就来这边大开杀戒啊，我的程度这200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以玩乐为主。 OK， 走，我们找基点数的。好像都可以基耶。
好，我尽力打好不好？好。这一个多少一点呢、啊？一个一点，你夹六个就有了。哎呦，我操！两点了，哎、欸，你再四个就有了。嗯。还是都夹这个就好了。啊，也可以。好，我。我靠，哎、欸，蛮好掉的。哎、欸，会不会200块其实不用花完？一定有时间，你要小心。走了，啊、掉一个。三点了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那三点就达标了。等等，等下我们换别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然先达标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达标就好。这样压力比较小。好，我这次来一个狠爪试试看。狠爪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自己发明的。哎、欸，有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程度太差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干什么？给我！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这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换了。那我们下一个限定幻想活动来吗？前方的阿朱丁果是火龙果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，那可以，应该可以两个。那我们的巡礼有开始第二件半价的优惠哦。直上直下应该有。要三点喽。啊，是我实力的问题啊。OK。啊，两个了，我们也快达标了。两个吗？还是三个？三个、哦。对啊，三个、欸。啊，对啊，里面还一个。你想要送人家一点？好吧。啊，哪里可以推荐的吗？那你要试试这个啊，那看起来好像难呢。好，尽量了，好不好？尽量试试看，好不好？鳕鱼香丝，这种晃哦。那你要小心，不要没有夹到。再试一次，不行，我们就换一下那个。好，我不行，好，这个感觉不好，这样。这个我不太会。来啊，我们试试看。还有六秒。六秒。四、八。靠，那来不及。一。拉太久了。在帮他整理机台。我帮他整理机台。九。九。七。六。感觉好像可以，我感觉他又拉了下来了，你看啊，感觉啦。会有绿霸杯、黄杯、五选咖啡杯等超多选择，是请问收藏鳕鱼的朋友一起不要错过。啊，我不用拉的，我直接向下来了。有了有了有了啊！哎呦，是达标了。没有，四点了。四点了。还有两点。我看一下这好不好掉。是一个十块看看，好的，十块。那我们全新的泡泡动向，现在史上最香最丽，只有20栋，而且通通都有香哦。有机会可以抽到红中的甜心系列，哎呦我操，真的也在家都在，把它压下去，同样精心挑选的商品，一共只要一吓我一跳。你以为要往那掉？差一点哎，差一点哦。稍微一些好像蛮符合我的，不然再一个。好，算了算了，那换另一个。OK， 剩40块。OK， 40块一点应该可以吧？那还有哪一个感觉好掉的？先找一个稳定的，稳定的好不好？简单的。好，我们要抽6点。好，我们试试看乖乖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看起来好打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很好打？前面黄色那个看起来是不是要掉下来了？这个、啊，最前面呢？这个。对啊。哎呦，真的！哎，我们达标了。太好了。六点了，那好打吗？打两把快打完。把它打完了。那可是多的点数要怎么办？再30块，反正我们都达标了嘛，我们就打难一点的。再多打2点换袜子。好，打2点换袜子、哦。可以耶。好，来来。那你要打什么？这个感觉好像蛮好掉的，感觉啦。这个不好掉。不好掉吗？你先试试看。来、我们试试看。好像不好掉。因为它是长方形。
差老远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他是长方形。这个呢？这个、哦、好，冲着这句话，人家想。那等一下。几秒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像可以，好像十块了。看能不能拿个袜子。然后好像脱下来的。三、二、一。被我背下来了。OK。结束。哇，差一点。一点可以换饮料，哦、这一点吗？你可以，你可以带回去吃啊。Okay. 好诶，好诶，那我们达标了。你的奖励是200块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好像还 OK 诶。OK 诶。嗯，而且我的程度那么差，还可以打这样子。而且甚至你可以换那个漂亮的杯子。真的，嗯、这样子。你这样200块 OK 啦，而且我的实力这样还可以打这样。那我们去换东西吧。好，来来来。可以帮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帮你重新做。哎、欸，我要换点数。工作人员一定会帮你服务，但是麻烦先稍后一下。对。OK。7点更好的杯子吗？有吗？好，8点。刚好6点就不走。你要这个还是另外一个？那如果你是想要累积点数的朋友，务必把我是比较想要这个柜台进行排队哦。那累积点数后，再到青菜超市里面挑选这个颜色吧，对不对？结账兑换。那如果还没加入会员的朋友哟，加入会员是免费的，我们的点数是可以累积1年多。如果任何顾客是有饮料的点数，可以再加上1点。OK。这个有第二个半价，啊，第二个半价，那第二个只要3点，哇，第二个超值。那等一下再换好了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他说第二件半价，不然我们要凑2点，走。对啊，你们刚好1人1个哎、欸。嗯。那这样不错，再凑个2点。我放个100，凑2点试试看，打到2点就停了。啊，因为第二件半价嘛，好不好？用手接啊。因为只有100块而已。好，来，老简单来打。还是找刚刚那几个？找软台啊，走走走。啊、那不玩的，当补完户。啊，这个就好。这个应该可以啊，试试看好不好？哎呦，很会拉、欸，我不会夹，但是蛮会拉的。那注意，好像描述哦，看不了、啊。哦，那就下去。你靠腰太近了。还是就前面的。好，再拉一次。啊，不行，拉不动啊。嗯，太近了。还可以。它刚刚有一个斜坡了哈，拉还是浪费时间，30块了。好，可以。来了，不要拉到了。去死，不行哈。来来来，先这个一个就好了。还有差一点呢，还差一点。你还叫什么？我们换一下，换一下。我老婆找到一个好位置。我老婆找到一个好东西啊！你看，差20块保价。对啊，差20块保价。那一定要打下。对啊，差20块保价。刚刚我马上来换这个。这电脑。就一下就中了。哦，好，可以保夹了。嗯，保夹了，那我们一定有3点，好不好？这个随便拿。如果夹3点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另外一包拿去吃。拖里面的出来啊，是吗？应该拖就好了。拖不到。现在是保夹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夹到，不用甩，夹到就好了。夹到就好，那我现在要夹多包一点。对。这应该可以多包一点吧？看着我才一包。好了 ，OK 了。不要贪心，反正保夹了，我们要30块。那我们这次花多少？70，2点 ，OK。那够了，赚到了。那这30块就省下来好了。30块拿去买饮料。哎，对。
OK， 谢谢。OK， 有啦，赞哦。好了，我们花了270块，打了两个。哇，不错了。你说到做到，你真的换到这个位置，而且还多换一个。真的。他第二个半价，但我换一下。等一下看一下。哎，他三种包的还不错。不错哦。颜色也 OK 吧？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用转的。500梦。可以泡咖啡。它有手提的、啊。这样蛮方便的。嗯。不错了。你今天比想象中花的还少。对，花270而已。我以为会打到500块。对啊。那算是对新手蛮友善的嘛。我们的实力不算强，还可以花270打两个。其实不是新手，你只要去捡保夹就好。那个保夹其实没有到很高，保夹没有很高哦。你看他那90块啊。对啊，哎、好像万岁牌外面也要蛮贵的哦。对啊。他保夹算低哦。对啊。好 ，OK 啦，那有兴趣朋友可以来这边夹一下哦。好，影片要结束了，拜拜。哇。啊，不错了。哎、欸，这一车我小舅子打的、啊。不是你啊？不是我、啊，没那么厉害。我小舅子是算是专业的，他练了2年了、啊。他好像打10分钟左右。跟我们同一个时间呢、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看这个，瓦博游戏。云林说你昨天有玩到、啊？对啊，运气不好。瓦博杯。啊，瓦20个可以拿托尔塔。好困难哦。那个20个也太难了吧？对啊，有点困难哎。还可以去瑞士双人来回。那怎么改这个？我可能没有运气。我可能这个没那么厉害啦。啊、哦，这个参考一下就好了啦。你看，这还有圣杯比赛。排行有人发10个杯。10个杯就第一名了，20个是怎样？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